当我们家己咱的后湖，咱的三明宫，咱的开山尊王，保生大帝刘进士，圣诞前修大历史，咱舞台顶准备进行的节目，再次来感谢咱姐姐，咱的赞助单位，咱的庆祝亲友，咱的庆祝当属长吼，来先生要感谢我的何小姐，我的何家芬小姐吼，来感谢我的家芬姐，我要感谢我的其当属长吼，我们徐董，我的徐飞清董事长吼，来非常感谢你。我要感谢咱的家己是阮的金凤凰，阮的外语文理补习班，阮的董事长吼，啊，我要感谢咱今日咱的三民宫咱的管理委员，啊，甲咱陈主任吼，阮的陈总会主委，嘛再次感谢咱罗叔吼，阮的贵董事长，阮的万杰兄吼，所以才感谢咱姐姐咱的制作单位，甲咱叫上咱舞台顶准备进行的节目，无另外再次祝咱所有咱的制作单位，吼，当一点点一进财会当生阳开泰，事事无灾会当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会当七。八岁八仙点收，会当九九连冠，十全十美。啊，咱所有朋友，甲咱今日赞助单位，大龙当家庭幸福都能够甜蜜蜜。啊，当然，真无例外嘛，再次祝咱好朋友来到这，咱们今日幸福登记，会当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季在，会当年年在丰厚落来，会当年年添新丁，回归龙当大进在哈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，来舞台顶继续个安排，我们的小薇带来好听的歌曲《望夫石帮》。帮呼救，来一首咱的较新的歌曲吼，来安排我们的小薇来给您做带到帮呼救吼，来送给大家。谢谢安排一点歌曲了，帮呼救给您送，谢谢。
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婆香，婆香爸爸的也是，本来都让汉奇，他来看自由，谢谢掌声鼓励，谢谢刚神的好朋友婆香，谢谢你哦，来安排一首咱的网舞曲哦，这比较少听到，像那。